孤千帆带你体验别人家的男友。我要是不做生意，我们三个拿什么养活自己，拿什么付房钱？我能让你没钱花吗？借一次两次你还愿意帮我们，那十次百次呢？千次万次亿次我都愿意。你家的男友，你是不是慢的话，你要是慢的话，我明明是气的慌。你明知道我跟赵灿是仇家，为什么还收他东西啊？我还讨厌张员外呢，你也不是三天两头的和他在永安楼吃饭喝酒。那是为了照顾自家的生意，有本衙内在还能管你钱花呀？你有种再说一次，